小提琴家苏显达自发返国25年来，一直是台湾乐坛不可或缺的名字。这次邀请旅发钢琴家李芳怡共同演出，独奏会中除了献上西方古典乐的作品之外，也演奏萧泰然与郭芝燕的作品，向两位台湾作曲大师致敬。公式表演厅，走过1/4世纪的执着。